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老地方附近哦，金站就在那边哦。那我今天比较晚出门哦，因为在家忙了一下，所以我5点才出门，然后沿路又慢慢的骑哦，慢慢的跑到老地方这边，已经5:49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的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大概这个趟数不会太多。那我只求呢，今天能够跑10趟哦，至少让我把这个200块的趟奖拿到哈、哦，这样子啊、因为才刚到老地方这边哦，所以我大概就是要等一下吧，哦，5:50，哎，今天真的太晚出门了，不过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就有事情要忙哦，这样，好吧，那、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。达成我的心愿呢？哦，10趟哦，低标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新雅国中，哦，这边有一单了、哦、，Kiki 成品，这单就不要了。好，我刚呢就送了最后一单，哦，就是刚刚的这一单的前一单，哦，送到这附近，哦，现在8:47哦。那今天没错，跑了13趟啊。我预设是跑10趟，我就心满意足，结果还多3趟，还不错。那这也是新义计划区，说老实话，离老地方真的非常远。没错，我今天在老地方只接了一单之后，就被往南区哦这边拉哦，哇！接下来都在新义计划区这附近一直跑，一直接哦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妙。那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我不想再留在这边哦，因为我住士林哦，其实是北区，一南一北，哇，拉的实在是太远了，所以我决定，就是直接先，往北边杀过去哈、哦。那当然我这个是上线了哈、哦，我就维持上线状态，哦，看看往北边有没有什么单啦。哦，当然要是他要再把我拉回101附近，我就会锯掉了啦。有一只猫啊，哈喽，它跑掉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往那个北区走了啊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松高路哈、哦，跟这个市府路交叉口。我还是下线的哈、哦，这样，因为在我刚刚哦，就是骑过来的这路上哦，我已经锯了3单了，哦，这边的现在这个单哦这么多，现在8:53，没想到这边还是一堆单哦，哦，那我就知道了，日后哦我要是想要跑晚一点，那我就往101这边杀哦，呵呵，这边的单哦在这个时间点还这么多，哦，比老地方还要多哎，太有趣了。
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辽宁街跟长安东路的交叉口，这边就是也是另外一个餐区啦，吼，这边也是有蛮多单的吼，这样。那其实我刚想了一下吼，我想说反正都九点多了，我就直接回家了，我就不接了啦。对啊，就直接走了。那我今天就是跑了十三趟吼，这样。其实我刚要是不聚那三趟的话哦，那应该16趟到20趟没有问题，因为刚101的单真的是还蛮多的啦。哦，刚也在那边碰到两位脚踏车伙伴，哇，咻咻咻，骑很快从我旁边骑过去。好啦，不管啦，那今天就跑到这样子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不想，其实我目前的状况哦，就是不管是身体状况或精神状况哦。跑超过九点我会觉得累，就身体还没有养起来哦，我是想说等到养起来之后，那之后再挑战九点之后的时段这样。那今天就跑到这样子啦，还不错啦，我有拿到趟奖啦，所以就破千了啦。那明天就再努力咯。